饭店，那怎么退回来了？已经退到了。在外面呢，我看到了。我问一下你啊，是不是他要求的那三个 SKU？ 那个，还是全部都要重打，因为其实就等于全部一个是扫红珠条嘛。这三个呢是包装不 OK 的，这个是扫红珠条嘛，这三个是包装不 OK 的。那是不是我们全部重打？是啊，要重打，包装不 OK 的，全部再重新打嘛。打包。